好的，那也先请我们的超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Hello，大家好，我是创业100%代言人杨超越。哇，今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非常热情，很多朋友都是从外地赶过来的。那我作为我们杨村的村民啊，今天站在超越的旁边，也是非常的开心，同时也非常的紧张啊。超越真的非常的美啊。真的，我昨天进去一看超越，觉得更漂亮了。最没错，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超越给我们了一种活力满满的感觉。啊，对对对。那今天呢，不仅感受到了我们超越非常良好的状态啊，同时呢，身材也是非常的完美。站在他的旁边，其实我也非常的有压力。哦，是吗？确实确实，真的非常的有压力。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唱一百分百嗨吃唱完节的现场啊。那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超越了，那保持身材，我们都有什么样比较良好的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保持身材，除了管住嘴、迈开腿以外，当然少不了咱们的唱一百分百了。对，没错。刚刚还喝了一瓶，感觉很不错。哎，所以我们的各位月牙呢，各位粉丝朋友们啊，一定要跟随我们的超越啊，一起来享用我们的唱一百分百啊。那刚刚超越也说了，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对。那相信平时在我们的工作和拍戏过程当中，肯定都要合理的啊来享用我们的美食。那这次来的成功，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来享用我们成功的美食了？对，就还没来得及尝呢。对，等，还没来得及是吧？对，等会儿想去尝一尝。都准备吃一点什么？这儿是不是什么蹄花那种？哇，蹄花你都看到了，哎，这个超级赞。对对对，没错啊。而且还有，还有什么双流兔头？兔头、火锅、串串，对对对，哎，那有空的话，一会儿都要去来尝一下，好不好？哎，那我们刚刚超人也讲了，那我们的保持身材的秘诀啊，也是要响应我们的倡议的百分百啊。那相信我们的超越已经完全 get 到了我们倡议百分百的魅力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超越，那平时比如说像遇见了倡议百分百这么好的东西，会不会安利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当然会啦。因为我会说，哎，这其次就是，这个饮料是我代言的。然后呢，它的外观也非常的清新美丽，然后它是零脂的，然后还有专利菌株 K56。哎，没错啊，就像超越所说的，零脂肪、专业菌株 K56 啊，并且呢，更重要的就是它对于我们健康肠胃的这种保护性啊，所以我们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多多的来安利给我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们。都被安利到了，在你来之前，他们每个人人手一瓶，都有去品尝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后面的朋友啊，也非常热情，我们举起我们手中的手扶的灯牌，好吗？哇，是的，他来作为我们月牙啊，还有我们杨村的村民，还有我们的小杨们，真的非常的幸福。哇，那其实我们之前啊，在我们线上啊，也收集了一些我们粉丝朋友们的一些问题，来，接下来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星星来问一下我们超越好。因为我们提前呢，就是来到现场的好多朋友，他们都超级热情。然后呢，有位也跟我说，可不可以帮我问超越几个问题啊？然后我就把它收集了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呵护肠道健康的小妙招？呵护肠道的小妙招就是平常可能会喝点小米粥什么的，就是清淡的饮食，然后再加上咱们的倡议百分百，它可以和一些饮料这样子合在一起喝，对，会增加膳食纤维什么的。可以和水果什么的混对在一对起，对对对，是的，没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完全没有想到。那说到搭配，其实超越呢，我觉得它不仅是在饮食上为大家带来了一种好的搭配，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超越今天真的超级漂亮，那平时穿搭也可以说是为好多我们现场的粉丝们也好，各位明星宝宝们也好啊，提供了很好的一些穿搭的建议嘛。那今天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显瘦一点的穿搭小窍招？显瘦一点的穿搭，就首先就是这个鞋子要大一点，鞋子大就会显得腿细，然后鞋子高会显得比例高，对，然后鞋子高会显得腿长，然后里面可以穿紧一点，外面穿松一点，对。哇，
然后有腰的露腰，有腿的露腿，对。太实用了，对不对？这边的朋友一直在说什么？对不对？看了你们，反正超越说什么呢？你们就只会回答一个字。对对对。那我们有时间的关系嘛，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提问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可以积极的来进行提问发言，一起来实时的感受本次创业百分百。开市场环节的一个精彩内容。哎，没错啊。那我在开始之前呢，其实也收到了一张特别的纸啊，就在我的兜里面啊。那今天我们超越会在现场来给我们粉丝来特调我们的创意百分百的饮品，大家期不期待？期待。那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到舞台上来品。那我们的超越就是这样的实力宠粉，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各位朋友来期待一下啦。是的，那我们特调饮品呢会在稍后呢为大家呢来去做。那在之前呢，我们会准备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吃鸡对决。哎，没错啊。那说起吃鸡对决啊，那先问一下超越，平时会不会玩一些游戏来放松一下自己？会啊。会啊，和平精英吗？当然会。当然会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趴在地上苟着，还是说直面跟我们的敌人来？你苟着就是在研究什么样的衣服趴在草地里不会被看出来。哎，没错啊，那就是我们换一个装备区的吉利服啊。安利了一下。哎，那我们的装备啊也是非常的谦虚啊。那稍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吃鸡对决了。那之前呢，我也看到你在微博上喊话我们的成都 A 级和平精英战队的枪神跟公主。是的。哎，那今天有没有信心来战胜他们？有。真的吗？哇！哎，你掌声好不好？吃鸡对决，超有信心的。那既然都狠话都说了，我们就再次把枪神和公主请到舞台。好，有请我们的枪神跟公主，有请。Hello， 你好。我怎么感觉他们俩上来之后和刚才上来有点不一样？你们这次上来好害羞哦，看见我的时候绝对没有，什么感觉？看到女生当然会害羞了。那问一下公主啊，那对待我们的女神，在我们的这个吃鸡对决的环节，会不会手下留情？不会，电子竞技不需要感情。好的好的，直男的发言，对不对？那也问一下我们超越啊，在平常有没有看过我们成都 A 级的比赛？有，今天我感觉没看到，对，今天还不仅看，还让他们 PK。还要决一胜负。哎，是的，没错啊。那刚刚超越也表达了啊，对于我们吃鸡对决也是非常的有信心。那问一下我们的枪神跟公主，对于我们今天的这场较量有没有信心？我们肯定有信心啊。你有信心吗？我也很有信心啊。那就行。公主呢？我们两个人，不能欺负你一个人，怎么样都二 v 二吧。不如现场选一个人来当队友。哎，那超越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帮手来帮助你来完成我们的吃鸡对决的这场较量？我听说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帮手，很厉害的。是吗？是一个吃鸡的行家。吃鸡的行家是吧？不会是我的对手吧？那我把他请上来。好。让我们有请蜜子君吧。来，有请来蜜子君站到超越的边上。来，这个我们的超越的帮手已经到了舞台上了，枪神跟公主什么感觉？有没有压力？真的啊，他尴尬了。我那种不祥的预感，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吃鸡比赛吗？你理解的是哪一种啊？就是咱们比赛，我平常打的比赛嘛，有点不像啊。完了完了，你们是真坏啊！告诉我们是吃鸡的比赛，真正吃鸡比赛。那里有很多呢。没错啊，那我们今天两个队伍也要加油了啊。那问一问我们的枪神跟公主，觉得战胜他们的几率大不大？请回答。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我很顺。好，信心要有
是的，那我们就来一场我们真正的对决啊！那我们也正式一点，在我们吃鸡对决开始之前，我们沿用在 PM 大家喜闻乐见的垃圾话的环节，放一些狠话给对方，好不好？我们也是先从香神跟公主这边先来，先给到公主放一些狠话给他们。手下留情。啊，这是狠话吗？我说两句啊。嗯。我知道你们一旦领先，一定会很兴奋。这可能说你们没有领先过。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超越跟女子军这边呢，来，我们超越先讲一下有什么狠话放给对方。没关系，说明我们不丢人。哦，是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女子军。我等会儿就慢慢吃，细细品茶。我们努力，加油。好的，那我们赛前啊，我们的四位都已经放出了狠话啊，那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来为他们加油打打气，好不好？加油！来，下一场我们要辛苦一下高级老师，帮我们布置一下游戏道具。同时呢，我也会给各位的现场的所有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游戏规则。是的。好，这课上以吃鸡随心意，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其实非常简单，你们很清楚，两队的两位参赛队员，一人负责吃鸡腿，一人负责快问快答。快问快答呢，会按到用到这个按钮，谁先按上会有叮的声音，然后呢，我就会请他来进行回答。回答正确就可以获取一题创意百分百，答错不会扣分。那然后呢？吃鸡腿这边呢，每吃完一只鸡腿也可以换取创意百分百一瓶，最终获得创意百分百多的队伍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呢，它是需要队员的一个配合，一个人答题，一个人吃鸡。然后呢，现在你们就给他确定一下，谁来负责答，谁来负责吃。这边。哦、我们这边肯定是我负责要吃，然后慢慢吃。那我们这边吧，这个公主跟香姐先来吃。你觉得肯定是公主啊？我觉得看这个状态啊，应该是香姐。公主来吃吧。好，那我们公主来吃，来我们的最后要啊，来可以来到我们的座位上。超音波这边，然后这个是你的按钮。好，好嘞。OK， 好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快问快答就要开始了。然后呢，我们在快问快答的过程中，负责吃的栗子君还有公主，你们也要加油。然后呢，超越和枪神，你们在想要回答问题的时候，请按按钮，我说哪位请作答，然后才回答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积分。然后我们就辛苦一下白骨，兼任我们计分员。哎，没错啊，那我也会给大家来计分啊。那接下来我们的吃鸡对决马上就要开始啦，大家再次的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准备就位喽。你看栗子君，人家手套都戴上了，多么的专业！你看看，你看看啊。好，来，我们注意力集中，请听题。第一题，桌上的炸鸡是什么口味？好，来，张震这边要给他一个话筒，香辣味，香辣味的，香辣味回答正确，还有一个是蒜香味，我们算是正确。好，没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没有一个答对的问题啊，我们就会记一分，我们就会在他的桌上啊来放一个我们创意百分百的甜品。等一下，公主你在干嘛？公主有偶像包袱哎！快，你现在可以开始吃了。你看栗子君已经开始了，好，吃两个了。你放心吃，我们有创意百分百，你别怕啊，肠胃没问题的。来第二个，创意百分百中添加了什么菌株？啊，超越，居然栗子君中添五六啊！你看看，不会，是不是在演？加油，加油！是的，非常的专业啊！那接下来也给我们的超越和栗子君的队伍来加上一分。那大家可以看好，我们创意百分百，每位桌上面前的最多就可以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哦。好，下一个问题，请问吃完火锅最想喝什么？好，超越，创意百分百，回答正确，不愧是你
牌代言人创业百分百氪金的 DNA 里边，回答就是创业百分百。好，下一个咯。用一句话夸一下咱们创业百分百。好，这一次是强雪。创业百分百，赚大钱人见人爱。人见人爱就像超越人一样，我把你的福利说出来了。哎，没错，也给我们的枪神啊来加上一分。好，下一个问题，请说出三个有利于肠道健康的方法。好，超越先，超越先。喝一瓶创业百分百，喝两瓶创业百分百，喝三瓶创业百分百。标准答案，太标准了。好，那刚才不断提到的创业百分百是经过多少小时发酵呢？超越，超越。72，不仅超越知道超越的粉丝宝贝都知道，你太棒了，牛！我要抢了。好，下一个。好，那再加上一分。好，辛苦白果这边。好，下一个问题啊，人情世故题，请说出今天搭档队友的三个优点。好，强神。认真积极，胃口好。认真积极，胃口好。那你真的要展示一下你的胃口好了，我感觉你目前和丽君比来说呢，差那么。就一点点了，你还可以努力，你还可以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好，下一张，他吃的很香，你想不想来感受一下唱原来吗？可以，可以，等会儿可以晚一点，晚一点点，毕竟有我们唱一百分百为你加持，没有负担啊！好，下一个，既然呢各位来到了成都，当然要说出一个喜欢的熊猫的名字。好像是枪神先，是不是？给到枪神。花花。花花，你捡漏。没有。网红熊猫嘛，都知道的啊。好，我们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我给到超越啊。说出创意百分百的 slogan。超越，好菌喝创意，畅快随心意。哇，非常好。好，下一个，是关于近期的中秋节的，喜欢什么馅儿的月饼？强神。桂花龙井。桂花，哦、桂花龙井。超越有吃过这种月饼吗？我好像。没有，我吃过咸蛋黄的。咸蛋黄人的比较大众一点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口味？还蛮小众的。我之前去过一次杭州，然后吃过一次，就从此新世界的大门就打开了。我没有想到香神和桂花龙井还蛮有缘分的，因为创意百分百是作为咱们杭州亚运会官方的指定主食品，那刚刚呢最新推出了亚运限定的口味就是桂花龙井，在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下，作为创意百分百的品牌大使，香神呢有机会呢也是都会去品尝到这个亚运限定的口味嘛。既然提到了月饼，提到了中秋节，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嘉宾可以给现场以及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句中秋的祝福。那我们两位公主和栗子君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一下清爽姐也可以品尝一下啊，创意百分百喝一口，然后呢，我们就每人一句。给大家，给现场的观众一句中秋祝福，好不好？哎，好，那我们还是先从我们的香神这儿开始吧。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哇哦，来，接下来我们的公主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送给你俩。好的，超越，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然后我们在赏月聚会的时候可以来上一瓶我们的畅意一百，尤其是这一次限定的口味桂花龙井限定口味，非常的清爽哦。好的，好，大家都是我觉得超越的粉丝朋友们真的好乖，不管超越还是我们每个嘉宾说什么好，超越好不好吃，好。那我们趁这个间隙，我们先看一下两队的一个情况。哎，好，那我们在枪神跟公主这边，那我们前面已经是有了五个，五个吗？哎，对的，这边五个，只有四个，你是不是少答了？我怎么觉得超越回答了更多？对呀、啊，我们回答的记错了吗？我们记错了，记错了，太过分了，他们积累吃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后面超越一定。
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超越他们。啊，哎，是的，没错。那我们再给我们的双雪公主还有我们的李子君和超越加加油打打气，好吗？加油加油，公主也要加油哦！你看一下，这边已经停了，里面还冒尖呢。公主加油，不要有偶像包袱，好不好？我们可以。我们继续吃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再继续喽。已经可以吗？啊，可以啊，可以。好嘞，那我们请公主就位，有请上神。什么问题没有？准备好，啊，继续打。继续。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什么？超越，肠道，肠道，哎，它正确。啊，关注于创意百分百的超越都知道啊。好，下一个。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想问一下你们一般放假的时候会做什么呢？好耶，睡觉，睡觉，还有出去，就是那个野露营，露营，哦，其实旅行的一种很休闲的一个方式。好，今天呢，我们现场新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好，创业好不好？好，你们太棒了啊！下一个，这个呢也是关于好的，说出喜欢的两位电竞选手。稍等一下，这个是小雪先想到的。司马光赞赞。什么？司马光赞赞。哦，是你喜欢的两位。也是我们的队友，对不对？嗯，那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送分题了，对吧？下一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希望你们能够抢到，很重要。说出最喜欢的一位女明星。又没有问你们，来，请举手，请坐啦。好，来。当然是我们的女神杨超越啊。啊。哎，那我也要给我们枪选啊来加一下我们的平唱一百分百。这分可以加。下一个，那我们就继续咯。这刚才两个问题都是枪神那边抢答什么？超越加油！好的，下一个，我觉得这个呀，真的只有超越能回答，保持身材的小办法。枪神，你能回答吗？你不能，我都不叫他。我不配。来，超越，管住嘴，迈开腿，多喝唱一百分百。冰冻，答对，太棒了！下一个。你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有哪个习惯会影响到肠胃健康？超越，重油又重盐。重油又重盐，平时会很喜欢吃，就是盐比较大一点点的东西吗？有的时候会想放纵一下，然后但是呢，又有合唱，对，完全就是放松了，真的不用担心。好，这样子啊，我们待会儿每回答到一个问题，你们就说好，好不好？下一个，请说出三种对于肠道有益的食物。肠道，啊，你说超越，超一百分百，超一百分百，对的，超一百分百加苹果汁，哎，苹果汁可以，超一百分百加苹果汁，超一百分百，百搭，好不好？好，记住你们用户啊，你们只有一个台词。好的，下一个。说出上一百分百的三个优点。哎，江神来吧，到你了。专利充足 K 五六，还有汽车小型化下的轻床减脂。嗯，还有一个关于减肥的。添加膳食纤维。嗯，还有原因。三天四中养活过。对，还有连脂肪片适合你目前的减肥的状态，加油。没错啊，回答非常的专业啊，不愧是我们的品牌大使，给我们的枪神再一次的加上一分。好，来我们继续，请说出三道吃完之后一定会想要喝上一百分百的美食。可以来，火锅辣条，火锅辣条还差一个，串串香，串串香，串串香，好。好的，你们。永远都记住了自己的台词，比我棒多了，我记得你们。好的，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我看到雨菊这边呢已经开始喝一下我们的创业百分百，已经加力了。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战况如何。哎，好的，我这边的枪神公主啊，现在是有八瓶啊，
八局我们的唱一百分百得到了我们的八分，已经有十平了。然后鸡腿来说呢，我就不走过来看了吧，好吧？这边那个公主的战斗力啊，确实还是要差了一些，就是一段还没有吃完，对吧？没事，没事啊，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有时间啊。那双方这边其实差距也是非常的小，而且非常的接近。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超越和我们的枪神公主对于我们唱一百分百啊，他的喜爱。是的，我觉得公主先吃的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女神在现场，对吧？他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开销，然后呢，会有那么一点的偶像包袱。我们也给他掌声，让他继续加油。我觉得这个皮有点硬。好的，来，我们继续于现在目前呢，进入到白热化阶段，非常不接近啊。好听的唱，你失心随心意。我们继续，休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队友？你说这个是假是游戏？啊，游戏哦。对，玩游戏的时候怕遇到什么样的队友？哦，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单玩的，然后不开麦的，还不开麦的，那我原来不喜欢，对方不开麦的话，你觉得没办法指挥他们，对吧？对对。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好，下一个，这个呢，想要还蛮考你的一个反应力的，说出最近了解到的两个网络热梗，并且造句。女主，家人们谁懂啊？显眼包，脱肩的富贵，来，唐姐先来吧。嗯，家人们谁懂啊？这真的好好。这多年的富贵居然落在了我头上。哇！大家说好不好？好。你们就是超越多年的富贵，因为有你们，所以说呢，还有每天呢都能够非常的开心。没想到你们就是很温暖，来点掌声好不好？好。好的，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最想要去哪个城市旅行呢？拉萨，拉萨，超越呢？没想听，就是这里。已经来了，可以见到你们。好，下一个这个问题呢，我会有一点小私心，我是希望超越能够回答。好，请做出拍照最常用的三个姿势。哇！拍照最常用，对。摆出了自己三个最常用的拍照的姿势，那我们也想让我们这边的两位朋友来模仿一下我们女神的拍照的姿势，好不好？想看，来，秀秀先来。还好我们一半的一半。真的吗？来，我看一下，第一个。哦。眼神很到位。好，那第二个。哇。哎，我们公主呢？公主，公主，公主，好害羞。感觉他们两个跟他们在跳《爱你》的时候完全都不是一个状态，公主真的在台上啊，稍微有点害羞了。好了，来，我们最后一个题了，我们人生最后一个题。这个题呢，我觉得我跟怀古应该会很期待哦。请你们评价一下今天的两位主持人，就是我们俩。我在啊，好，率性、专业、美丽。OK， 我收到了你的评价，我超开心的。哎，我也收到了，感谢我们枪神对我们的肯定啊！我接下来为你们超越。啊，今天呢、啊，觉得在这个现场啊，我们两位主持人觉得怎么样？来评价一下我们。怎么样？就是男帅女美。我今天装作想写就疯狂了，太开心了，回去800张自拍。好的，我要学超越的三个姿势，回去多拍几张。好，那现在呢，我们吃鸡对决也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紧张的统计分数的环节了。那我先来看一看
我们这边啊，通过快问快答的形式，一共是获得了多少枚呢？一共是获得了十瓶我们畅意百分百，获得了十分。我跟你说真的，差之毫厘，就是千里十一瓶。哇，只差了一点点是吧？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要把悬念留在最后，我们还要加上我们吃鸡腿的数量，每吃了一只鸡腿，我们就给他们加上一瓶我们的畅意百分百，好不好？其实这个悬念呢，悬念哟，好多，我们来看一下，给定一下，来，三个，那小腿那边算他吃了一个吧。好，行，给他一个。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畅意百分百来给他们加上，那我们的超越和蜜子君这边，我们会再给他们来加上三瓶。那我们在枪神和公主这边，我们再给他们加上一瓶。恭喜！那我们这轮获胜的呢，就是超越、蜜子君，掌声有请！非常非常的专业啊，我们这是个职业比赛。然后我们先请各位帮我们设一下我们的道具。好，那刚刚呢，他们也是通过了一场非常专业的吃鸡对决啊，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平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以及对于我们畅意百分百的一些喜爱和他们感受过的一些想法。大家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我今天晚上回去呢，绝对就是做梦，在闭眼的那一瞬间就是哈，然后我觉得我至少一刻钟吧，我会超级开心，一个是非觉得非常有能量，正能量呢是今天超越蜜子君还有枪神公主带给我的，还有就是可以对着我们这个摄像机开个不知道笑一下打个招呼吗？就是这个、啊、没错，在成都的线下真的是感受到了我们的越南，我们的羊粉，还有我们羊村民真的是太热情了，真的是太热情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颁奖了，我们要颁发神鸡奖 K 版级大鸡腿玩偶，噔噔噔噔，来恭喜我们获胜的队伍，我们的超越和蜜子君的队伍。那我们枪神和公主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毕竟还吃了一个鸡腿呢。那我们也要礼品，你们放心，颁发菜鸡玩偶。哦，这也是超可爱的，也很可爱。好，那我们已经颁好奖了啊，来先来问一下超越啊，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获奖感言就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创意百分百，能让我获得这么一个好的奖。好，那接下来蜜子君吧，蜜子君也跟大家说两句。哦，就是非常的感谢这一次，品牌方这次活动，我也是超越的小迷妹，我的天，本人真的太漂亮了，像芭比一样，好不好？就是这个奖呢，今天有点赢得太轻松了，智慧与实力的并存呀，我们这一组。蜜子君，你真的怎么回答呀？怎么办？王婉尊。只能说队友不给力。现在开始甩锅了，公主你怎么说？尽力了。他说的对，大爷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实不太得意啊。哎呀，我们都懂嘛，怎么可能赢自己的女神，对不对？怎么可能永远都不能够超越，好不好？然后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大家来舞台，可以有一个合影。我们在合影的时候呢，一起来喊出我们本场的口号：畅意百分百，嗨吃创意的口号，好军喝畅意，吃鸡随心意。好，那我们现场的各位杨粉、各位月牙，还有我们台上的几位嘉宾，我们共同来喊出来：好军喝畅意，吃鸡随心意。大家记住了吗？下面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啊这十个字，我们今天的 logo 啊。来，那在我数到3、2、1，我们共同来喊出，好不好？好，那各位准备好了吗？3、2、1。
把我们的这个教材先放一下下。好了，那刚才我们是一款非常好玩的吃鸡游戏，那我们下面就到了我们的揭秘环节，因为之前就有说嘛，他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特效产品。没错啊，那稍后呢，曹姐就来将我们的舞台变成他调演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啊，然后来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调制我们的音频。相信我们曹姐也是实力宠粉啊，把我们的福利给我们的粉丝安排上了。对，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曹姐，今天来到成都，看到这么热情的月牙们，这么热情的杨村的村民们，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你们跟这个城市一样都很热情，希望下次还能来到这个城市还能看到你们。一定会的，我相信他们下次一定还会在这里。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道具老师啊，来搬上我们的道具台，那我们的导演也将会在现场给我们的粉丝来做我们的特制饮品，大家期不期待？好的，那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需要往中间再移一点点，放到 C 位，然后呢，我们会请到现场的两位粉丝来到舞台，超期待的，是不是？我不在这吗？这儿，这里，这里，机器在这儿。我们找 C 位找谁？你们懂的。好了，然后我们会请到现场的两位粉丝。对，是这一位，这一位很漂亮，但有在今天这个我们主色调的这位美女，请来到舞台。还有一位，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我看一下这边这位，有请。好，我们可能，那我们看一下是否在 C 位呢？可能是不是需要移动一下？啊，那可以往那儿移一下。好，听。来，我们的两位粉丝分别站在我们的超越旁边，好吗？来吧！哇！要放在一起吗？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激动。嗯。在现场呢，我们也将会进行到我们的超越啊，给我们两位粉丝们特调的饮品。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超越先来开始吧。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准备了我们的畅意百分百，还有我们的一些水果，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道具啊，可以给到我们现场的两位粉丝来品尝。那这也是非常的幸运啊，可以近距离的跟我们美丽的超越来接触。好，那在现场我们的道具都已经准备齐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那他们要调吗？要调吗？对，来由我们的超越来给我们的粉丝来调就可以了。我们亲手来尝一尝这个偶像来调制的我们的饮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好吧？是用这个吗？好，对。好，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畅意百分百啊，这个是加上主料，没错啊，来加上我们的为大家你想要加什么？我们想要百香果。哇，超越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也是问了我们旁边的美女、啊、再加一点加入什么柠檬吧，加进去我们所需要的料啊，柠檬这样子可以，感觉好像是我们再率先是给它加入了百香果啊，加上柠檬。柠檬，你会想你喜欢什么水果可以跟超越说怎么样、哦、好大来，同样也是加入了我们的哇冰块，哇哦，这其实我们品牌跟我们这个很重要，畅意百分百也非常的搭配啊，关键的一步，没错。哎，我们的第一杯的特制调饮，再加还要加入我们的葡萄，加入到里面。哇，第一杯已经完成了，我们两位粉丝宝宝一直在旁边，哇。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呢再普及一下，因为我们超越今天调制的这款饮品，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畅意百分百，因为呢，我们这一款有着航天岩泉品质的畅意百分百，既可以呵护肠胃健康，又清爽又解腻，其中添加的专利 K5 硫聚珠和膳食纤维还可以助力消化，简直就是各种美食的完美 CP。而且呢，专利聚珠的 K56 它远远不止这些功能，它还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代谢，提高免疫。他刚刚说他想要草莓，我有听到啊，这位女粉丝她好乖好听，她旁边就在跟我说，
想要草莓，你们都没有听到，但是没有想到超越那么贴心，转过头问了他，开不开心？知道吗？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倡议百分百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我们现代人。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熬夜，工作压力大，可能有些时候也会平时有一些加班啊，再加上我们饮食的不规律，肠胃就非常的容易不舒服。那倡议百分百小小的一瓶，无论是我们的携带还是饮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都能够时刻的守护我们的肠道。超级贴心，一直有在问他说你还想要什么实力成分、哎、是的没错啊，那我们的倡议百分百的特调的饮品马上就要调制好了、啊、太期待了。是的，那这一次呢也确实让我们的粉丝来先品尝，来先喝下我们这款啊满满诚意满满爱的倡议百分百的特调饮品。而且我有发现这一款饮品呢，它从外观来说就超好看，颜值好高，就跟超越一样。哇，超越太贴心了，还要给他稍微简单一下。好的，我们的超越可以摘下我们的手套，来，我们两位粉丝宝宝，有没有我们的超越近一点，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好吗？然后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味道。哎，那我们等待一下呢。哇，还帮我们一样，好羡慕。是的，还帮我们的美女啊，特意的来插下我们的吸管。我们先来品尝一下，来，然后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超越调制的倡议百分百特调饮品的感觉，好不好？来，先请我旁边的这位美女啊，来说一下。哇，是的，好不好？看你们忘了这句口号了，是不是？你们好久没有说了，来，到你了。我觉得很好喝，然后就是很甜的，像绿叶一样，好不好？没错啊，我们这两位粉丝朋友也非常的会喝，那我们创意百分百呢也是添加了专利菌株 K56 72小时发酵，口味清爽好喝，含有膳食纤维、鱼脂肪，可以说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非常的适合饮用。谢谢，再次谢谢两位粉丝朋友，谢谢，非常感谢。那好的，谢谢。那也非常非常辛苦超越，然后今天呢来到现场，现场这么多热情的朋友，相信呢能够给予更多的力量啊。可能后面呢行程会比较繁忙，也希望超越能够注意身体。好，那我们就让超越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好，那最后跟我们的粉丝的宝宝们再来道个别，再来跟他们说几句好吗？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然后先下去了，拜拜。谢谢超越。好的，谢谢超越，也感谢我们热情的粉丝宝宝们。